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洛卡，我是妙妙。今天我们来到好事多，买了非常便宜的一次，对，大概是我们这一两年来吧最低最低的一次消费，大概猜看多少钱？我猜在5000多。5000多，被你看到了啦，5800多。对，就是大概我们两年来买好事多最便宜的一次，最少样的东西。不过为什么我会买那么便宜啊？主要是因为今天来啊，本来不是要来买这些的，这个是顺便来看看，顺便来买一点。对，我们本来是要来看监视器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间新的工作室嘛，那工作室的部分，因为我们会放一些东西，所以可能会需要监视器。因为它在一楼，监视器很重要。那好事多啊，其实网上有蛮多人推荐一组8路的监视器，它的画质有到4K 800万画幅。然后呢，我就去看了一下，价格是18999嘛。但是我有稍微了解它的那个线材啦，网路线，然后摄影机的线，还有包含 HDMI 线之类的。那因为它本身有一盒好像是 4dB 的容量，录起来应该是不错，而且可以收藏很多的时间，加上8支对我们来讲应该是绰绰有余。够用，对。然后看了一下，我现在烦恼的就是啊，关于这个组装，牵线，要如何隐藏线？怎么从楼上接到楼下，楼下接到楼上？对，而且还有很多有提到说，关于监视器，它其实会有所谓的治安问题，就是有些它会近视不清。所以可能那一个画面就是我们24小时在录影啊，那画面可能会进到别人的伺服器，你就可能会被别人截走。被别人监视，对，会被别人监视，所以这一块我不是很了解。当然，好像好事多这一个是大家还蛮推荐的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对网络监视器还不是那么了解，所以后来看一看就想说再回去做一下功课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没有买。对，没错。那目前这里呢，我们有一些是回购的，而且还蛮多都是回购的，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哎，这个谁买的？我买的，可是我们没有买过这个。生鸡汤。对，这个是韩国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最近有去吃了一个韩国那个岛翁的，对，它的那个冬粉干面，对，然后蛮好吃的，所以老婆大家爱上了类似的。韩国味，对对对，想说来吃吃看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韩国人参很有名，我知道。国参、高丽参，对对对，想说味道应该会是不错的。而且这个是没有冰的。对啊，它是调理包，然后三入组，好像799。他还讲说不加防腐剂，那很厉害。对啊，想说吃吃看。可能就是刚好封起来，里面比较不会有细菌跑进去。就加热就可以吃了。对，我们还没吃过，所以到时候吃吃看，好吃的话下一集就会回购了。对。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北海道的，它算是鱿鱼丝吧，外面有起司包那个起司。对，这个还蛮不错的，也是第一次买啦。不过这个的话就是带红酒啦，或者说一般当零食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，而且你看有起司的东西，其实有一些钙质啦，补充一些营养，这个还不错。这个的话应该是499两包，对，这499它是有两包的，但我觉得还不错，这个应该是很快就没了。那库巴也爱吃起司。对。对，然后接着是库巴的玩具，对，库巴的玩具啊，这个我们是觉得非常划算，因为它总共499，对，然后总共有20盒拼图，拼图呢它的片数不一定，像这个有24片的，也有50片的，对，然后各个迪士尼的主题都有，像他最喜欢就是个冰雪奇人的，对 ，Frozen。米老鼠、米奇的，然后还有像苍马公主，最近有看他的电影。胡迪呀、啊，胡迪、玩具总动员、巴斯光年的、啊，对，然后一些公主之类的，还蛮多的。然后有的是50片吧，有的24片，20盒哇，20盒499哦，1盒25块，等于25块，而且还是正版的。对，重点是。它有铁盒，所以在收集的时候就是一收纳的时候，对，这样子真的蛮方便，所以我们觉得不错。而且刚好梅梅现在大概就拼在20到100片的之间的拼图，它是可以独立完成，对，而且它可以重复一直完成，对，这样子的话一次有20个主题，快一点，对，对，而且最近刚好迷上拼图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练习它的专注力，如何挂钩？就是最近要搬办公室啊，然后我想说会有一些东西需要用的，跟各位分享一下。妙妙是一个很厉害的家庭主妇，她的挂钩呢，可以大概就是这边这样子贴墙上贴一个，然后这边再贴一个，这边再贴，没有，每个高低都不太一样。你不要乱毁谤我。但是每一个都很有功能，因为有的可以挂那个皮带啊，有的可以挂内衣。够了，挂外套挂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很 free 的。对，然后。
这次很多，我在想说我们办公室会不会整个走中？没有，就是给你们挂一些可能雨伞啊、外套啊什么的啊。会不会到时候整个办公室、整个墙有没有整面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？没有，你看我多爱随意宴，随意宴厂商可以找我们了。我们这次用它蛮多的。对啊，因为方便租的嘛，这种是租的，无痕，它这个拔掉都无痕，其实对我们来说是真的非常不错。对。不过有时候真的太重就不能挂，对，它会掉，而且墙面真的要清干净。它有建议几公斤啊？你可以选用。好像一般这个大小可能1到3公斤吧，对，了不起。好，牛肉这不用讲了，大家应该都会买。然后我们这次挑的这一盒一定要特别讲，你看它的油花分布，我们以为在当和牛吃，这油花分布其实还蛮不一样的，对，真的蛮漂亮的。它有一点油，但是还蛮漂亮的。这一盒啦，因为它这次有大概我看起来花色大概有2-3种，这油花的感觉大概有2-3种，对，有的是比较正常的，就以前我们在买的时候比较常看到。这一盒跟另外几盒可能是同一头的吧，同一组的，它的油花就还蛮漂亮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就选了它。我其实有看它这个上面好像有去油会更好一点。对，但是我们都管它的，反正煎一煎那个油就把它丢掉是吧？不是，油就把它放着，可能再加别的或放着就好。OK， 那再来这个是回购，回购好吃好吃。过年前又买了一组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快就吃完了。本来要带回去你的娘家吃，结果我们还要硬忍。对，因为实在太好吃了。它里面是小包装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对，而且它就是有杏仁，然后鱿鱼丝那种制品的味道，对对对，然后有芝麻，都算是还不错的口味，蛮养生的，维生素 E 也够。对，搭配上来说都不错。对，这一盒再来是新品。这个是五木的，我们吃过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它这个酸菜是另外加的，我刚才看它里面有八路。所以说是牛肉面最屌的是酸菜。其实有时候牛肉面那个提味真的是酸菜的。所以这里全部的面啊牛肉都不是重点，酸菜是重点。没有，我比较好奇是里面到底有没有牛肉因为它369块，然后里面有八路，这样多少钱？这些风味拉面。所以是没有牛肉。可能有一点牛肉干，那个干燥那个小小块的干。因为五木的其实我们有吃过啊，有啊有啊，回去我再开给大家看。牛肉的那个干燥块、干燥颗粒，再搭配新鲜的酸菜。没有，回去我开给大家看。好，这一盒就等你开给大家看。对，看起来，而且它里面放好多位置都是它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从进去没多久就看到，对，然后楼上也看到一大堆，对，在转角也看到好几个位置，所以你不用特别找它，你就会看到。对。然后再来吃一瓶，这也是新的巧克力奶酒。我有喝过他们家的奶酒啦，他们家奶酒其实就还不错。嗯，但是这是巧克力的。对，这是有加巧克力，而且比较小瓶，这一瓶都要700多。700多哎。对，算729块，也不能说算小贵，算正常。嗯，对，因为这种东西就可能你也比较少会喝吧，所以我们买一罐而已，虽然说蛮小，你看我的手这样子。对啊，是蛮小，几 CC， 应该600CC 而已吧。它的容量是500，对啊，真的是。然后酒精的话，其实算蛮高的哦，12吗？5.7%，哇，15.7%，好像奶酒都蛮高的。它这里还有特别写，它叫贝里斯香甜酒奢华的，奢华是罐子，没有。可能哦，金色就是奢华，奢华的，对对。再来是牛奶，牛奶也不用讲了，两入。对，这个很多人在讲说，他现在好像规定就是一定要买2罐，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，我忘记了。269的话是一定要2罐，在20天要把这2罐把它喝掉。不过我们有泡咖啡，会喝拿铁，然后妹妹也会喝，所以应该蛮简单的。嗯，对，这次就买这样，总共5800多。5833，对，总共该买的监视器呢，我觉得要再做功课。其实这次来我真的是为了监视器，另外他旁边还组 TP Link 的单组的，可是我有看了一下，他那个就是单纯室内用，而且是用记忆卡，没有主机的那一种。哦，对，那一种的我们之前有买过小米的，说实在的啦，是不错用，可是在一般家里面用是很 OK 的。但是如果你要装在室外的话，我是觉得要稍微的再进阶一点点，要储存时间久一点。对，时间久啊，加上可能会下雨啊。哦。对，而且会有比较多车子可能跑来跑去的。虽然说我们那条巷子不是很多车，嗯，但是如果有车子跑来跑去或人走来走去，是不会一直录。哦。对啊，所以它如果太多的话，可能就不行。哦。好吧。好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好事多的购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。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